好啦，依家我哋咧就入去 Tokyo Game Show 嘅會場啦。Hilab Games 咧就喺會場咧整咗一個好大嘅佢哋 logo 嘅扭蛋機，咁可以睇下真係幾大噶，有成哇四五個人咁高啊呢度有。咁呢一個咧就係 Hilab Games 嘅新 game 嚟嘅，今年咧內咧就會喺日本出噶啦，咁就其他地區咧。香港、台灣就未決定嘅，咁依家可以睇下啲遊戲畫面先啦。新入隊員が数多く出現して、隊員同士の連携を深める。いかなる戦場でも我々は勝利を勝ち取る。力がどうか今こそ俺たちと共に戦ってほしい。咁依家呢度里边咧就有四个人咧，就系、是、代入翻头先嗰个 game 嘅角色嘅。咁咧就俾佢哋咧喺度咧试下嗰啲画面。咁当然啦，画面咧就未公开得。咁但系咧点解佢要用 VR 咧？因为咧佢哋一啲场景咧，譬如话啲震动嘅场景咧，咁佢咧就会喺度 feel 得到噶啦。咁呢個咧就係一個足球小將嘅 VR 遊戲，咁係會場先至有嘅啫。咁咧你就係做龍門啦。咁咧只要你擋到三球咧，就有紀念品。好啦，準備好啦。好，掟翻波過去。好嚟啦，第一個，我立花兄弟，準備。哇！顶波，哇！挡到，小智强啦，跟住应该系，哇！天下无敌喎，佢真系吓，嚟啦！哎呀，今次挡唔到啦！今次嚟到呢部缩水版嘅太空侵略者嘅街机，咁啊。28,000元就可以帶翻屋企啦。咁啊，2018年嘅12月就得埋。咁啊，咁啊，梗係試下先啦，係咪？好，玩到佢先啦，睇下有冇機會帶翻屋企啦。都唔好大部啫，大概可以用咁多咯。呢只就係Konami新嘅Hyper Sports R啦。咁可以睇下點樣玩啊，而家。咁呢個咧就係掟標槍啦，都幾搞笑。呢度咧就係 TGS 嘅 eSports 嘅比賽會場啦，規模都幾大下噶。咁不過今日咧，我呢個時間嚟到咧就冇任何比賽啦。如果香港都可以有咁大咧，咁啊正啦。